始终神秘苦的了，我是佛法的大慈大悲，世间佛陀的独生本怀。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阿弥陀佛，希望各位经常就像一个人坐在这边没事的样子，这就是心态平静的意思，也不要特别去想烦恼的事情啊，就像一个人吃饱饭在散步运动这样。因为这个世间没什么事大不了，这样啊，那也养成那种叫自在啊，所以他们叫观自在菩萨。那要这样去面对任何事情，一般讲话叫念下来平常心啊，就是要接受无常啊，所以一般喜欢用天空来代表智慧。念一下，智慧如虚空，那就是说，这个天空，它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天空之所以叫天空，是它没有分别，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如果你的内心里面什么都可以放在你里面，那你就快乐了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叫执着分别，你又痛苦了，你会觉得这个对那个错，那对你来讲就会有压力，所以对对错错，它都是一个因缘果报。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这种慈悲心就好了，就像镜子放光，放光，你唯有。很干净的镜子你才可以放光，才可以放光，所以要经常如此。但是这样的镜的目的是在想，也为了要产生最高的效率，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因为你心里一乱，心里一动，那你就一直在烦你的事情，或者执着你的事情，你根本没办法想到别人，想到世界啊，所以我们说要跟自然合为一体，要跟众生合为一体。路边这么多人，他们在想什么？我怎么帮助他？如果你一直在想你自己的心事，你就没办法想他的事情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让自己练习啊，
现在没什么好紧张的，也没什么好大不了了。但是，唯一要做的是帮助别人慈悲，因为帮助别人慈悲没有烦恼，那自己的事情就有烦恼，会给自己压力。好，我们来念一下，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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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自在智慧，愿圆满平等大悲，愿成就无上菩提，愿普度众生，同成佛道，戴亚他，班赞这样，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好，那当然佛教希望我们大家一直这样发愿啊，愿自己如何，愿众生如何，愿世界如何。那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观念。有时候老实说了，就像有一位菩萨，他跟我说他要修行，他理的光头，如何如何如何。后来他就开始做生意，而且做的是燕窝的生意啊。当然燕窝的生意想都知道了，也不是很好的生意啊。但是我就问他，你不是要修行吗？你们做这个生意对你不好。但是他有100个理由说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就失败得很严重啊，失败得很严重，还欠人家很多钱。那这个就是如此，本来可以不需要这么痛苦的，结果他越陷越深了。那修行的智慧，各位你就要去取舍，到底这样好不好？这个好不好不是钱啊，我的感情啊，我的地位，这个好不好是如不如法啊，符不符合因果啊，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符合因果，念一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基本这个要符合因果。我想各位，你到任何地方，你都想要赚钱，因为要生活嘛。那这个赚钱生活，符不符合因果啊？你不能说钱多我就赚，钱少我不赚。那你宁可去赚钱多了，结果他是在造恶业的，伤害到别人或众生，那你就不能做。因为你越想要赚钱，你去做这个事情就越损福报。事实上赚钱不是努力来的，努力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缘，是你有没有福报。你没有福报，你再怎么用功，穷人永远比有钱人用功百千万倍，但是他没钱。但有福报的人，他一辈子不知道什么烦恼赚钱，他是烦恼用钱啊。所以这些好像看起来是不公平的，那这个不公平是自己造的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既然知道如此，痛苦来了，逆境来了，不顺利来了，你一定要赶快忏悔。如果痛苦来了，逆境来了，你越抱怨你越倒霉，因为你不认错，不信因果。所以生病来了，我说痛苦来了，别人对你怎么样，你要马上反省，哦，我的业报来了，所以我赶快忏悔。所以忏悔就是认错，也求佛菩萨加持。忏悔完以后，我赶快改变自己去修福报。忏悔必须包括改正过失，你不能又重复那个火上加火，这个不行我就做那个，这个不行干脆用赌博了，再不行我用骗的啊。那你把最后好像你得到了，最后还不是下地狱，因为生命有轮回的啊。你现在赚了很多钱，结果这个钱不够你去买药，就这句话。你现在赚了很多钱，结果你生的儿子亲戚朋友害你更惨，赚10块他让你赔100块，你才了解这个因果业报很可怕。
所以各位，你皈依三宝，你唯一要相信的，就是佛讲啊，在你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诸就是一切小小的坏事，伤害到你都不能做，千万不要为了金钱、利益、地位去利用或伤害到别人或众生，这一点你一定要紧紧抓住，不然呢，就叫法网恢恢啊，你躲不掉了，对不对？这个因果这种东西躲不掉了，因为你自己种下去的业因，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你跑到哪里，它就跟着你跑啊！啊，这个种子碰到水啊，就蹦，它就发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忏悔，把累劫累世的这些恶业种子忏悔掉。所以我记得我们出家人乃至住在寺院，每天都在忙着忏悔，至少晚上每天。那为自己忏悔还不够的，真正的菩萨是代替众生忏悔。就像你的妈妈生病，那你一定要替你妈妈忏悔，对不对？因为她已经生病了，不可能去忏悔，要替你的母亲求忏悔啊？有没有用？可以哦，这个叫什么？来转业，转业可以的，因为她有你这个孝顺的儿女，就没问题。就像所谓无事孤魂，什么叫无事孤魂？就是没有人拜他，没有人超度他，他就很可怜，叫无事孤魂。那讲到这个，希望大家慈悲啊，来法会功德回向所有无事孤魂，同享功德啊，同生净土。那各位永远要记住，特别你在海外这种非佛教的地方，然后这些无名孤魂、无事孤魂，这从来没有人会去所谓超度他、关心他的啊。所以，但是你走到哪里，你就慈悲啊，洒洒水啊。我想荷兰都是水，所以洒水没什么事的啊。因为如果你在家里念好了，更好，大悲咒、药师咒、甘露水真言，各种的咒语跟水有关系的，那你走到哪里多喷水，所以变成习惯。当然如果有些地方可以布施几颗米，或者说七颗米就 OK 了，布施几颗米在树下、草里面、河边，特别河边，因为河边有很多叫咽口鬼，有一种鬼，它是每天都在饥渴，然后呢都在喷火烧自己，所以他就越想要喝水，然后越想要喝水呢，他就火越大，他喝的水就变汽油，变硫酸。但是他就不断的受苦，但是他又停止不了喝水的这种激动，所以就像吸毒人，他也知道吸毒最后就死，但是他那个毒瘾很强，他没办法，所以他们很痛苦的。那各位，如果你走到哪里，给他们喷喷。你只要念观音菩萨也可以，或者你真的很慈悲，念开咽喉咒、甘露水真言、药师咒，他们喝得到，给他撒两颗米，嗡啊吽，希望他们吃得到啊。那现在可以点香，点一两根香，希望他们闻得到啊。像大家很喜欢点灯，各位最好在你家的外面有一个地方可以点灯，而且安全的地方。至少每天晚上会点一个灯，因为到了晚上啊，那些孤魂野鬼啊，叫幽冥鬼啊，他们永远一个孤独，很孤独，乌漆抹黑的，他认为整个世界就他一个众生，你看他多孤独。然后他心里面又一直想，就像一个妈妈今天小孩子没回家，妈妈没办法睡觉，那种很激烈的想想他的家人啊。有些人会相思病到自杀，但是那些鬼就相似到病又不能自杀，然后在永远在孤独，所以叫孤魂，很可怜的。所以我们每次法会都会写男女孤魂，那没办法形容了 啊就像各位，你的儿子不见了，那种痛苦会让你一辈子痛苦啊。特别一个女人，她的老公没回家哦，她的坐船没回来，她那种孤独。那如果你帮他点个灯放在门口，
让它不要灭掉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像英国人都有个玻璃啊，对不对？放在里面，放在门口，啊，这很慈悲的啊。所以我想，这个世界很少人知道这个。那各位既然愿意修慈悲心，至少你要从你自己开始做起啊。所以放一杯水，有时候放一支香，放一些一个饼干也好啊。我经常买那个很小的盘子，上面放一块饼干，饼干下面给它放水，那融化都没关系，因为他们最喜欢什么牛奶稀饭。孤魂野鬼嘴巴很干，又吞不下，但是呢，他又很喜欢奶味。这个奶味不是光人的奶或动物奶，而是这是妈妈的味道，这样。所以有些人说，那你叫我们不要喝牛奶，你干嘛用牛奶？我们不是喝，但是我们替母牛布施啊，而且度那些可怜的小牛啊，需要牛奶，然后那这个母牛有福报嘛，啊，所以给它布施一点牛奶的味道，给它点个光明灯。有些人还慈悲给它挂个经幡，有些人地方还发的念佛机，对不对？啊，这个很慈悲的。那各位，你听我这样讲，如果你去做，你会觉得世间很温暖。所谓的快乐是从你心里面快乐的。你内心充满悲心的时候，连你种在家里外面的花草树木都会改变，很奇怪。然后你会发觉，哎，我的腰痛怎么好了？我的腿痛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升起这种平等的悲心的时候，你的烦恼贪嗔痴就不会一直在进来，然后你就把它切断了，你的痛就停掉了。啊，所以各位，所有的痛苦病来自于心态，你心态改变了，身体就改变了，命运就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这是佛教讲的，再念一次来，万法唯心造，心造天堂，心造地狱，心造净土，决定在你自己。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啊，所以保持这样的心态，内心很平静，但是呢，随缘的去慈悲啊。就像刚刚我们想要做烟供，问一问不行，点一根香可以 ，OK 了。不能点香，水也好啊。啊，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悲心呢？如果你没有那个悲心，把烟供烧得很大，点了几万支香也没用啊。因为那个香之所以产生能量去帮助众生，是因为我们的悲心呐、啊。啊，我想教堂里面点了这么多灯，那如果加上一份悲心，这个灯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要去转化这个世界。就像各位，荷兰的水很多，所以你一定要会念来：南无宝济如来 ，Om Vasi Bolo Moni Soha。对。你看到水就念宝济如来，这个水就变成一种超度众生的助缘。只要碰到这个水的，乃至鱼乃至人，它就可以消业障，叫消业升天。这样 ，Om Vasi Bolo Moni Soha 啊，所以我们出家人都会背这个护身咒、宝济如来咒 ，Om Vasi Bolo Moni Soha。因为你只要喝水、煮开水、用肥皂洗手。碰到水你就会念这个咒，然后就算你煮开水，因为佛教里面你煮开水喝水不念这个咒犯杀生，水里面有细菌，你煮它的时候就把它杀了。但是如果你在喝之前煮之前念这个咒，就先把它超度了，就这个意思、哦、至少不跟它结恶缘。那如果你背不起来，就把这个咒写好 Om Vasi Bolo Moni Soha，我们有做成贴纸，就贴在你的水壶上，贴在你的茶杯上，就像我们筷子，我们筷子都印好了 ，Om Abhi La Hong Kaza Lam Mang Soha， 故意印这个咒送给人家。为什么特别吃肉了？他这个筷子碰到那个肉先超度再说。啊，这个筷子写好这个咒，更多人念念念念念各种的超度的咒语，这个筷子就叫接触得解脱了。不管你夹什么，夹虾子、夹肉、夹鱼，但是不能倒过来说哦，所以我有这个筷子，我可以大吃大喝了，那你就颠倒了啊！是因为对方没办法嘛，对不对啊？所以做不到嘛。所以当然你想吃素，
但是你家里人如果因为你吃素会打你会骂你，那叫你因缘不成熟，但是你的动机还是一个我不忍心吃你，那还好。如果完全没有人阻止你，只是你自己的观念或自己的欲望，那就叫造业了。我讲不一样啊，所以就像我今天前面有一盘肉，有人跟我说你不吃啊，不吃我把这一只牛杀死，那我一定会吃的啊，因为我不吃这只牛杀死，我宁可自己吃肉，我将来结恶缘，但是我将来可以跟他度他。那佛陀说这个不是恶业，但是这一只牛将来还是会跟我结缘，但是我就会努力度他。但是我的动机虽然吃肉了，但是是为了救另外一个牛。所以当然在吃的时候没有快乐可言，没有好不好吃，对不对？就像佛陀说，如果你不得不吃肉，你要观想那个肉是你唯一的独生子的肉，你要这样观想，你不能说好吃，那你是欲望，那欲望呢你就是造业了，这个骗也骗不了别人了啊。所以一切唯心造，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做一点简单的施食，刚才各位跟我念就可以，这里面有灯有水有食物有花，很庄严啊！各位，如果你去印尼巴厘岛是吧，他们做的更庄严，用那个树叶有香有灯有米饭，他们会供所有的神，然后再放在地上啊，上供下施。所以给我念一下，特别我们写的牌位啊，来供养一切佛，供养一切法，供养一切身，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大德，供养所有护法善神，化为甘露，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所有众生，一切亡魂。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各位念，南无，南无，萨瓦，萨瓦，丹塔耶多，丹塔耶多，瓦罗之地，瓦罗之地，嗡，三不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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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那我们还会念两遍，然后各位就观想啊，无量无边的甘露食物。当然你要观想这个灯，让他脱离早上讲的男女孤魂黑暗的痛苦。这个灯最主要是除了脱离暂时的痛苦，让他看到无量光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要加入这个观想。这个花让他替他供养诸佛，这个花也让他像在荷兰的花园一样，不是地狱啦恶鬼道啦啊，这个花变成载他去净土的各种漂亮的花，这样就是说你对每一个事情要把它美化。这个水变成甘露，这个牛奶是慈悲的味道啊，这个面饭食物都变成各种他们喜欢的甘露。所以各位，你一个修行人，他脑筋是很丰富的，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艺术家啊。一个有修行的人，为什么各位你到佛堂都是佛堂里面的都是特别庄严好看的？因为修行的人他的心态就会反映他外表，他穿衣服，他的美学很重要吧？啊，如果一个人连穿个衣服都不好看，请问他修什么也不知道啊？他煮的饭很难吃，请问你修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修行就是要给别人暂时的快乐，好吃、好看、好听，了解吗？啊，进一步看到你的好的心而进入好的世界。所以各位，哎，你回去照照镜子，你的头发长得好不好看？不好看，好好研究我。从 DNA 改变，心态改变，头发的亮度就改变了。啊，你的气色也改变，眼神也改变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没有改变，代表这个人没修。所以我讲水加甜的加糖就会变甜的，怎么还咸的还苦了呢？啊，因为你的心态有问题。这个佛法的
最重要，所有的根源，万法的根源，不离开你的心态，就记住这句话。因为我们的心态而创造了六道轮回，地狱、恶鬼道，都是你的心态创造的。所以四心作佛，四心念佛，四心作佛，如何让你的心态在佛的心、菩提心，那你就是在净土吧。你也创造净土给别人。所以我们碰到一个善良的人、道德的人、慈悲的人，很福报的，很快乐的啊。所以那这一点你要随时，所以那你现在除了自己，你要有这个心态，你就可以把万法都变成净土，变成佛，佛变成灯了，佛变成水了，佛变成奶水了，佛变成好吃的食物了，佛变成花了啊。念一下，一花一如来，一叶一世界啊。这每一个叶子都变成净土了，每一朵花都变成佛了。所以如果你心情很好，你今天中了奖券，你这个时候在天堂了。你今天钱被骗了，这个时候你在地狱了啊。你的心态决定了。所以我们为了给别人快乐，那各位千万要保持心态的平静慈悲，你走到哪里，你就把佛的净土带到哪里了。所以我很多人很喜欢修仪轨，非常好，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嗡嘛啊！看你都不像观音菩萨，你念那么久干嘛？这样啊？因为他只是执着，我念几遍呢？我要干嘛？我要得到什么？你一点点都不像嗡嘛呢叭咪吽，你一点点也不像阿弥陀佛啊！念佛的人怎么那个脸看起来这么糟糕呢？啊，因为他的内心里面，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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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赚钱了？阿弥陀佛，啊，他还在想那些事情，想我要消那个，我要得到那个，我要解决那个问题。那你在念的是一个刀刀枪枪的问题啊，啊，一个对立的问题。所以，并不是阿弥陀佛有错，而是你的念头跟阿弥陀佛不一样。那这个信仰只是你的麻醉剂而已，对不对？麻醉你自己，而不是你改变你自己。所以佛陀要我们，尽管各位是个屠夫了，各位现在要等一下要抓去关了，但是这一刻我还是保持清净，这样就好了。因为明天是黑暗还是光明，自己不知道，未来真的很恐怖，不知道。然后怎么办？那你很紧张就没有用。佛陀说，大转法轮，这个时候你赶快很清净。很清净，去念佛，去慈悲。奇怪，你等一下出去，人家看不到你，以为你是个隐形人一样，你怎么跑掉了？因为你心态改变一切。就像我的一位老和尚叫戒德长老，那时候他们有七个法师被绑起来，然后那时候没办法嘛，日本人就用机枪扫射啊，在道路啪啪啪，然后他想说，这下死了吧。然后就一直念观音菩萨，一直念观音菩萨啊！那因为我保持悲心，结果包括他全部都倒下去，倒下去了。他们都想说他们全部死了。等那些军人走了，他自己爬起来啊。奇怪，绳子被射到了，结果身体没被射到，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后来到台湾来了，活到99岁，天天在超度，因为他了解这个了。啊，所以各位，因为他的心态那时候是念观音菩萨，而是说我不要被打死了怎么办？爸爸妈妈，我不甘愿。那他就嘣，他就子弹就在他身上。如果那个时候他心态是慈悲，也对这些人，因为那些军人也没办法，也不是故意要他要杀我，他是被下命令的，对不对？所以他保持慈悲的时候，子弹擦身而过，就把他绳子给射断了，他没死，所以他活过来。所以他很感恩，很慈悲，所以他就天天去慈悲吧。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啊，如果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找我，师父，我找你有事，我说没事，没事，你不要找我，因为你讲的事都解决不了。我已经跟你讲了慈悲，你听我讲那么多了，你还听不懂啊？那你要相信佛法，你事情就解决。你找我也没用，因为你跟100个法师讲都没用，因为你不想改变心态。法师讲了老半天就是法，难道都没用？因为你用不了你的心里面，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所以心改变，世界改变。你不改变你的心，那就没办法。好，你拿一个东西要吃的时候，布施出去，哎呀，那三波娃娃是来呼，对不对？你们想什么都满足了，透过这个布施，所以对我们来讲是米啊，是米。但是各位，你想想看，这几颗米对孤魂野鬼是什么？是他们生命的黄金呢。念一下：吃即解脱，离苦升天，往生净土。所以佛陀讲了，七颗米念三遍，遍十咒，撒出去，这些恶鬼道一言菩提，包括整个欧洲的恶鬼道都吃得到，而且升天，往生净土。所以你不得不学，你一定要学，因为法门无量誓愿学，只要能够帮助众生了。所以那各位呢，等一下我们会，如果他们有空买多一些米来啊，等一下一人带一包回家，拜托你们了，就开始去布施了。所以我们走到哪里身上都会摆一点点米啊，布施啊，布施啊，放一些水啊，到处去布施。但是各位刚才那个点香啊，你有药粉对不对？你这个香一点，你给它加一点点药粉在香的头那个有火的地方，马上它变成药味，也可以啊。乃至你用一点点香就给它点火，它也会冒烟的，对不对？一点点都没关系，一根手指头这么小也没关系。重点是你有在慈悲最重要啊，因为你想到生病的众生。那人还有医院呢，鬼没有医院了，苦不苦？所以希望大家开鬼医院，这样我们叫众生医院，也叫幽冥医院，就在你家门口点一支香，那就对了。有时候你最好给他摆个咒语贴在那边，嗡嘛呢叭咪吽，香点在那边，水放在那边，灯点一个。你这个太慈悲了，就像尼泊尔的人呢、尼泊尔的人的房子因为留好几个洞，为什么？这是他们传下来的传承，给鸟住。如果家里的房子有几个洞有鸟住，那个家就吉祥。就像我们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如果家的屋檐有燕子来，这下发了，你是良善之家，对不对？有燕子来，所以说虽然我们要住房子，那至少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能够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所以台湾人很喜欢说猫来赚大钱，狗来富，或者狗来盖大房子。如果你能够收养这些可怜的流浪动物的话，那对你是个很大的福报。所以各位走到哪里啊，那去帮助这些啊。所以我刚刚问我们陈文龙菩萨说，我们为海鸥有事吗？荷兰没事，那你们就多喂一点吧。我们到加拿大还有一点事，对不对？在英国也有事，只能偷偷喂，喂了就跑，所以，但是各位，你在这边野鸭那么多，荷兰的特点就是水池多，水池里面有没有鱼啊？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你一块面包分作两种，像我们喂的时候分作两种，干的小小让它浮在水面上喂小鱼，对不对？湿的捏成一团丢在水里面沉下去喂大鱼所以而且你喂鱼的时候还要记住，来，水中亡魂同享甘露，记住哦，只要有水里面都有水中亡魂，海中有海中的亡魂，溺死的，古时候到现在战争无论各种方法都有死亡为超度的，但是你喂的时候那有形无形都同享功德，只要你有悲心所以各位至少你养成这个习惯就不容易出问题。有时候比如说你到一个房子，身体蛮健康，一进去以后出来头痛，身体不舒服，因为里面有鬼只是你出来的时候就你会觉得这怎么阴凉，起鸡皮疙瘩头痛，哪里痛？那所以原因呢，就忘了做。所以如果你到每一个地方嗡啊吽观想一下，就像我们天天要住酒店，一定要泰国人一定会先敲三个门，叩叩叩，我来哦，对不起哦，
里面的众生和平相处，叩叩叩，你尊重他，他尊重你，我们还不够，进去还拿个水跟米，轰啊轰，轰啊轰，不是给他们。那你会觉得醉在里面，冷气也不会跳，晚上灯也不会亮，不然你会觉得 kiki koko， 这是什么一回事？两点就给你摸零口，让你睡不着觉。为什么？他叫你好好想，他叫你好好想，你不理我啊。所以我想，学佛的慈悲是对万事万物慈悲。只要有友情在你面前，你对我好，对我不好，你是一个蜜蜂、苍蝇，反正我就是要对你好。各位要做好决定啊！反正我就是要对你好。对这些无形的啊，这些土房子，房子有房子的地基主啊。各位，你搬到一个家里，你这里面的地基主，你没有尊敬他，他会让你不好睡觉。很多有钱人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本来他还很赚钱很健康，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开始搬进去，全家就开始病，生意就垮了。为什么？因为这房子里面的地基主不高兴你来啊，甚至你福报不够，他不理你啊，他障碍你的事业。所以这个时候，那佛教叫我们要尊敬一切啊。所以我们像我天天在不一样的地方，这些我已经习惯了，先到洒水，到酒店，每次一下车我就跑比较远，洒水洒米。因为我有一次去印度，不知道不是尼泊尔，有个野生植物园啊，那里面有很多动物。那一天晚上我被压到天亮，念什么都没用啊。隔天早上我另外一个法师，海涛法师你来都没有念呢、啊、我说没有，好累啊。来要念念大悲咒，做做甘露施食，不能给你掐到你天亮。我说对对对，哦，吓坏了啊！所以那各位，你养成习惯，因为你尊重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也会尊重你。就像你跑到人家家里去睡觉，不打个招呼了，你连打招呼他就不让你睡了，还打没打招呼，他就把你打出去。外国人可以拿枪把你干掉了啊！所以万事万物都有他执着，这个土地是我的，这个房子是我的，这条河是我的。所以各位，你不能在河里面随便抓鱼，你抓鱼这些龙王很不高兴的，很恨你的啊！这些鱼是我的家主，你把我杀了干掉了。所以我想抓鱼的到后面都不好，是真的啊，因为你破坏到龙族的家庭。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对万事万物养成一个习惯，对人，哎，你可以对他很好，供养他花，请他吃好吃的。我们对佛也是这样，对不对？漂亮的花，庄严的灯，好吃的食物，好喝的水，供养佛。那佛陀就是希望，很简单一句话：当你供养佛的时候，以这个方法去对待所有众生，对方会用他的佛性来对待你。我把你当作佛，你就会变成佛来对待我。啊，这一点就永远记住，你要永远的对佛菩萨的方法去对待别人，对待那个房子，对待那只蚂蚁，就会开发对方的佛性。就像一个女孩子，你献给她一朵花，她就觉得我一定很漂亮，因为她觉得你对她很尊敬啊。所以我想，那佛教就教你，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你用慈悲心，对方用慈悲心，所以你用一个不好的心态，那对方也会对你不好的心态。所以各位不要虚伪，佛教里面叫直心是道场，禅取虚伪是造恶业。现在做生意，所以我送你一朵花，我陪你打高尔夫球，目的呢，我要赚你的钱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一直在伤害自己，对方也不会相信你啊，因为他会觉得你跟他格格不入。所以那各位，如果你在社会，你希望能够赚很多钱，也很多人缘，而且能够将来还可以推广佛法，那你要改变你的对待人事物的方法啊。对待人事物，你不用用什么心机，就像很多世间的学问，我要读到心理学博士，我要读到什么哲学博士，这样我才可以赢过对方，我可以拿到一个专业的执照，我可以赚多少钱？你跟对方都是对立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方法，虽然我们精进的学习，但是永远是慈悲的，永远是无我的、执心的去对待对方。这个人格你必须表现出来，你有这个动机以后，然后你研究，你看得越多，你功德越大。如果你这个动机不对，有私心，不好的，你研究越多，它变成毒，你会拿这个伤害别人。就像现在各位看网络，有些人透过文字在伤害对方，那些都是知识分子，啊，他的笔很犀利的，这些都是读很多书、看很多，而且甚至用批评佛教，因为他佛心看很多。但佛经看很多没有悲心，反而用佛教去伤害佛教。那这一点，如果各位想要修大乘佛教，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改变掉。为什么？因为修大乘佛教才可以成佛啊，才可以真实帮助众生。那不然你就是修小乘佛教，那我只想要个人解脱啊，那也很好啊。那你就要天天的断除贪嗔痴，只是说小乘不究竟。啊，佛成佛是希望让众生成佛，佛成佛是告诉所有众生都可成佛，这才是我们修大乘佛教的目的啊。那既然修大乘佛教，那各位就要广度众生。那广度众生，那你要接触众生啊，你要了解荷兰人，了解英国人，了解中国人，了解病人，了解有钱人，了解动物，不然你就不能普度众生。啊，你要了解他的宗教，了解他的想法，因为了解他，你才可以跟他有共同的语言。如果各位会把荷兰语讲得很好，麻烦你不要浪费你讲荷兰语的功德，拿来多读佛经，用荷兰语言来度对方。啊，你最好不要穿这个衣服，因为穿他认为你是佛教徒，有时候不好度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服装，啊。那你可能你会用荷兰式的服装吧，啊，然后但是你就代表一个智慧跟慈悲就对了。当然，出家并不是这个外表，出家是因为他没有男女的欲望，没有金钱的欲望，所以他穿这个衣服。如果你穿这个衣服在想着钱，想着男男女女，那你穿这个衣服也白穿了，啊。所以观音菩萨没有分穿什么衣服，观音菩萨他就是慈悲这样而已。那我想你在不一样的地方，你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接触对方，但是你的动机比较重要啊，免得每次人家看到我们，他老外只会比少林拳吗？刚好我不会打拳啊，所以因为他只认识这个啊。所以到英国去穿这个还没用，到英国要穿这个，哦，他们认识，啊，因为他们认识喇嘛喇嘛，啊，所以当然每一个地方不一样，但是你，所以我如果我长期住在欧洲、美国、英国，我可能会去穿神父的衣服吧，哦，至少不用就是这样，看起来蛮好看的，啊，但是人家会尊重你的外表，一个圣洁的外表，那就对了。啊，这当地圣洁的外表是什么，你就去实现，这样就好了。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如何去帮助别人。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Hello, I'm Dr. Ho Tai Jung.
The COVID-19 vaccine can help prevent infection,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Many countries are working hard to raise COVID vaccination rates. However, in some countries with rising vaccination rates, cases and death rates have not always fallen. As an important reminder, do not lower your guard after receiving your shot. Prevention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vaccination. There's no shortcut. Whether or not you've received the shot, please wear a mask, wash your hands, and follow guidelines. We must continue preventative measures to ensure everyone's safety and safeguard the nation's health. 不离不弃，生死相依。阿张是一位潜水爱好者，当他在一片海域进行潜水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一只不害怕人的河豚。阿张看着前方不远处游动的那只河豚，他虽然看到了阿张，但是却没有逃跑，而是不舍得还在那片水域游着。真是奇怪，通常河豚都是很胆小的，水面一有晃动就会游走，可是这只怎么胆子那么大啊？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害怕了，但为什么他怎么还敢留在这里啊？阿张仔细地看着前方那小河豚的四周围，突然他终于发现了端倪，原来有一只小河豚被海中的一块破渔网给缠住了。难怪他明知危险降临也不肯游走，原来他是在这里守护着自己的同伴啊。阿张想到这里，便捡起海底的一块石头，将渔网割开，让那只被困的河豚恢复了自由。渔网里的小河豚得到自由后，急忙游到同伴身旁，另一只小河豚高兴地围着它游了几圈，然后高高兴兴地一同游走。胆小的河豚明知有危险，也要坚持和同伴在一起。你们说，动物之间的情感是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呢？阿张，如果这不是你亲身的经历，我真不敢相信河豚竟然能做到不离不弃的陪伴，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或许这两只河豚只是个例外吧，在危难的时候不抛弃对方，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动物的情感总不会超越我们人类吧。有时候动物们遇到困难时，互相的陪伴与共度难关真的是超越我们人类的。阿张说的没错，我也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哦，也是不离不弃的河豚吗？不，我看到的是两只生死相依的乌龟。生死相依的乌龟？阿志，快跟我们说说这件事情吧。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那一年暑假，我到乡下伯父家玩。有一天，我和伯父去山上采野果的时候，看到山沟里有一个山洞。哈哈，伯父，你快看那里有个山洞哦。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村民还在那个洞里供奉过雨神呢。哦，供奉过雨神？没错，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吧，我们这里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老天呀，你要是再不下雨的话，我们可就没有活路了。老天啊，求求您可怜我们，赶快下雨吧。整整半年没下一滴雨了，看来只能按照那古老的方法来求雨神了。太爷爷，有什么方法能求雨来，你就快说吧。是啊，太爷爷，你是我们村子里最年长的人，见多识广，你说的那种古老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呀？要想向雨神求雨来，首先得建一只通天柱。通天柱？什么叫通天柱啊？就是修建一根柱子，它的一头需要通达到天上。一头通到天上？这怎么可能啊？是啊，通天柱怎么可能建起来啊？这么说我们根本没办法求雨啊。其实可以将通天柱建造在山洞里，柱子的一头顶着一处的洞顶，那就算是通天了。这样来的话就好办多了，我们赶快去山林里找个山洞的修建通天柱吧。对对，早一天修好就能早一天下雨。要修通天柱还需要找一只乌龟，
通天柱必须得由乌龟驮着才有灵气。哎，有道理，你看那些功德碑都是由一只大乌龟驮着。可是我们这里的河水已经干枯一个多月了，去哪里找乌龟啊？在下游还有一小片水洼，说不定那里会有乌龟，不如我们去那里找找看。对，我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去山上寻找合适的洞穴，一部分人去找乌龟。就这样，村子里的人都在为建造通天柱而寻找着山洞和乌龟。你看，那里有个山洞。太好了，我们去看看这个山洞里面适不适合建造通天柱吧。这个山洞真是太合适了，大小高度都符合我们的需求。没错，现在就差一只乌龟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抓到乌龟。这里真的会有乌龟吗？当然了，我昨天路过这里的时候还看到一只乌龟浮在水面上呢，它的体型还不小呢。可是为什么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却找不到呢？那乌龟不会是跑掉了吧？周围只剩下这么一片水洼还有水了，乌龟还能往哪里跑？我看它一定是躲在水里的淤泥里，我们用圆锹挖挖看吧。好吧，那就试试吧。下手轻一点啊，要是把乌龟弄死了可就不灵了。不行，这样下去人类一定会发现我们的。那怎么办啊？你答应我，一定要躲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去。啊，你要干什么？如果他们抓到我，或许就不会再继续寻找了。不，你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你听我的，如果我们俩都被抓了，那就糟糕了。这里有好多石头，你说乌龟会不会躲在里面啊？有可能，我们就在这里仔细找一找。记得不要跑出来，一定要躲好了，我去把他们引开。哎，你快看，乌龟，好大的一只乌龟。哈哈，我抓住它了。不好，我老公被人类抓住了。你看，又出来了一只，赶快抓住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下子竟然抓住了两只大乌龟。这两只乌龟我们都带回去，让太爷爷看看用哪只合适。我不是说过你别出来吗？你怎么就是不听啊？我们说过从今往后要一直在一起，生死相依，不离不弃。哎，现在我们都被人类抓住了，这次可是凶多吉少了。就这样，这两只乌龟都被村民们抓起来，带到了山沟里的这个洞里。太爷爷，你看，我们抓回来的这两只乌龟合不合适啊？嗯，不错。我看就用这只龟来驮通天柱好了。太爷爷，只需要一只乌龟就够了吗？是的，我们只需要一只乌龟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一只你们带出去放生吧。放生？这么大的乌龟放生了多可惜，我看还是拿回去煲汤吃了吧。胡闹，乌龟的灵性非常的高，所以才让它驮着通天柱，你要是吃通灵乌龟的话是会遭到报应的。哎呀，是哦，那我还是听你的话把它放生了。众人开始将雌龟安放在地上，然后开始在其身上垒着石头，而雄龟则被小运拎出了山洞。雄龟双眼不舍地看着雌龟，而雌龟也含着泪看着渐渐远去的雄龟。就这样，我们将雌龟压在了石柱底下，而那只雄龟则被带出山洞，在附近的一处山溪旁放生了。伯父，那我们进那个洞里看看好吗？那里好多年都没人进去了，如果不是你提起，我差点都忘记这里还有个山洞了。你看，通往那里的路很难走，我看还是不要去了。但我想看看那个通天柱呢。那好吧，我就陪你下去看看。当阿志来到山洞后，便一眼看到了那根通天柱。
那不过只是用一些石头垒起的柱子，唯一特别的就是在柱子下面压着一只乌龟。那乌龟四肢趴在地上，脑袋昂在空中，一双眼睛仍闪烁着生命的光泽。哎呀，伯父，你看，这只乌龟竟然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它只是没有腐烂，变成了一个标本而已。原来是这样哦，看它栩栩如生的样子，我以为它还活着呢。二三十年了，它怎么可能还活着呢？也对啊，它应该早就饿死了。啊，伯父，他眨眼睛了。哦，天哪，他竟然真的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就在阿志和伯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洞外的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拉拉的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往山洞里爬。伯父，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伯父和阿志绕到石柱后面躲了起来。这时候，一只雄龟叼着食物爬进了山洞。石柱下的那只雌龟见后，急忙摇摆着脑袋。雄龟走过去，将食物放在它嘴里。饿了吧？赶快吃吧。你天天来给我送食物，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说过，从今往后要一直在一起。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我想那只雄龟一定是找了好几天才在这个山洞里找到了雌龟，它咬不烂铁柱，也移不动石头，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持雌龟生命的责任，靠着爱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一趟又一趟送水和食物，整整送了二三十年。这既是凄风苦雨的岁月，更是缠绵辉煌的坚贞爱情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啊，那只雄龟可真不容易啊。是啊，所以我和伯父当下决定将那只雌龟给救出来。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希望这对乌龟以后能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